有没有真正的葡萄酒？好酒，真正的葡萄酒，金克里特皇家葡萄酒。真心的分享，永恒的喜悦。广东双喜文化传播有限公司。不见土楼，不见南境，山水无舟，千姿百色，养生河池，生态贺州，天下风景，美在广西。老君山，水乡竹韵重渡沟，地质奇观鸡冠洞，洛阳栾川欢迎您。您好，观众朋友，欢迎收看《国宝档案》。在上次的节目当中呢，我们通过秦汉罗马文明展示，海内外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很高兴和您相会在今天的中国文艺，我是孟胜男。大型音乐舞蹈史诗《复兴之路》是继大型音乐舞蹈史诗《东方红》和《中国革命之歌》之后的第三部大型音乐舞蹈史诗，这是自新中国成立60年来反映历史跨度最广阔的一个音乐舞蹈史诗。从1840年到2009年，总共跨越了169年的历史。让我们走进今天的中国文艺，共同欣赏大型音乐舞蹈史诗《复兴之路》的精彩瞬间。3200多名演员，500多盏电脑灯，140台 LED 灯，16组合成的多声道环绕音响，71级的环形台阶，7000多套服装，500多件仿真道具，呈现出了169年的中华民族的复兴之路。制作力的普遍真理通过和地域的时机结合起来，走自己的道路，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
爱在这田野上生活，为他赋予，为他心魔。大型音乐舞蹈史诗中，数百名战士担当了业余演员的角色，他们是重要历史事件的参与者。当年他们出现在1998年的抗洪救灾、2008年的汶川地震的第一线，而今天他们在舞台上再现着他们当年的风采。我们在表现抗震这段历史的时候，采用了一个歌曲，专门写了一个歌曲，这个歌曲我认为非常好听，叫呼唤。啊，一声高一声低，生者对死者的呼唤，埋在废墟底下生命垂危的生命对于地表上面的人们的呼唤，死者和死者的呼唤，生者和生者的呼唤，这样一种生命之间的呼唤，我认为是极其性的，闪烁着人性的光芒。这个节目虽然题材很宏大，但是我们整个音乐，我要求是整个晚会里边最安详的一个节目。你是我的姐妹，我是你的同胞，也要让你回
回到爱的怀抱。一生的一生看，我在呼唤你，一生的是一定要在复兴之路里表现的。《百年梦园》这个作品里所体现的是超现实主义，它是建立在现实主义基础上的一种超乎想象的浪漫。在这个表现奥运会的节目中，我们可以看到鲜明的主题，同一个世界，同一个梦想，梦开始的地方就是美好的起点。在奥运会这个节目里边，我们和去年的奥运会是主题是一样的，这是我们整个地球，就是我们整个人类的共同的家园。今天的中国是一个开放的中国，今天的中国是中国拥抱世界，世界也拥抱中国的这样一个中国。在最关键的时候，看到大屏幕上表现着各国运动员在奔跑，在向前跑着。跑着跑着，我们就发现舞台上出现了8条跑道，这跑道一直在向观众席延伸。注意，这个跑道是我们的一种特殊材料，它必须要本身就可以发光，而且是让观众眼瞅着就往观众向着观众走来。紧跟着看到刚才大屏幕上的运动员忽然在舞台上向观众奔跑而来。对于这次复兴之路的成功演出，作为总导演的张继刚他说，有3个要素是非常重要的，一个就是杰出的想象力，一个是周密的组织能力，一个是艺术生产群体的领导者。我们在大潮曲篇章当中感悟到一名导演对历史的认知，对艺术的追求和对国家的热爱。我们是一个多民族的国家，我们在复兴之路的这样一个音乐舞蹈史诗当中，一定要表现出我们是一个大家庭。56个民族做成一个圆圆的一个团圆的一个大家都席地而坐，坐在那里遥望着星空。也就是说，少数民族在一块儿来回顾30年的我们的成就，这个时候是一种幸福的回顾，是在回想我们30年来
以致我们一直延续到建国以来60年，我们到底有一些什么样的感受呢？应该说，从大屏幕上显现的30年的所有的这些政策，所有的这些做法都是正确的，都是使得我们国泰民安，使得我们人民富裕，使得我们能够啊真正的站立起来的这样的一个状态。少数民族的舞蹈语汇是一样的，你要表现这个民族，必须要用这个民族的艺术语言来表现。所以大家看到了吉祥啊草原的时候，看到了今天展示蒙古族儿女的时候，胸怀更加博大，已经不是当年的风吹草低见牛羊了啊，他们是那样的高贵，那样的具有生命的尊严。新疆维吾尔族舞蹈过去同样可以顶个顶满舞，也有啊，也有这个，但是我们这次顶的是一个很大的一个筐，筐里边盛满了啊很丰盛的葡萄，来显出维族舞的一种特色。这次我们要表现回族的话呢，回族舞蹈的话呢，我们基本上把回族的符号都恰到好处地用进去了。大家首先可以看到一个弯月，啊，一想到月牙就可以想到回族，而且白云在飘的啊，然后那么多的姑娘像从云端走来一样，她们是扛着金色的汤瓶，汤瓶也是属于回族的，每人都叼着一朵花。他们要把花儿献给祖国。
接下来是壮族舞蹈，壮族舞蹈主要是这个铜鼓表现出一种男子舞蹈的一种火热由此来体现出生活在壮乡的、生活在广西的各族儿女的一种自豪感。藏族舞蹈这次呢，我们叫彩虹儿女，大家可以看到，就是一趟直线，那些男孩子、女孩子形成像项链一般的一种彩虹。好光景这样的舞蹈，大家可以看到一对老人，是吧？这个老太太、老头两人坐在那里，在诉说着这几年的变化。房子好着呢，儿女们好着呢，这样来表现出他们的一种幸福。在他们的背后，那群姑娘像一群仙鹤一样。残表日多满苦，无人的看走也能一忙满足。我们来表现在这一个时刻少数民族的欢腾欢悦，有它的不同。不同在什么地方？就是我们简单的开心是一种开心，复杂的开心也是一种开心，可是这种开心是经过了喜怒哀乐，经过了挫折又获得了胜利的时候的这种开心是非常深刻的。我们在演出到音乐舞蹈史诗高潮的时候，我们有一个很重要的歌曲叫《志足》。说不。
都是你的故事，甘甜的一重重都是你的恩泽。我说不出忙到底有多少颜色，母亲啊中国，你永远都最出色。我说不出，这个节目呢，注意我们用了两句话，这两句话从序幕一开始我们就有了，就是爱情的两句诗。为什么我的眼里常含泪水？因为我对这土地爱的深沉。这两句话构成了我们制作我的一个核心内容。在这个时候，大家可以看到那些仁人志士，他们也抱着鲜花向我们走来，同时看到我们56个民族都抱着鲜花向我们走来，都眼望着我们的光明前景。更加紧密地团结起来，继续解放思想，坚持改革开放，推动科学发展，促进社会和谐，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而团结奋斗，努力为人类做出新的更大的贡献。享受吧，来自美国 iRest 3D 智能按摩椅，感觉舒服了吧？美国品牌 iRest。 记忆中原，老家河南。水乡，峡谷奇观，洛阳新安，欢迎您。法国 Gastel 家族牌葡萄酒，懂酒懂你懂人生，恒逸盛世中国总经销。江南忆，最忆是杭州，壮美前朝，神奇萧山，良渚文化，古韵余杭，森林氧吧，绿色临安，运动休闲，山水富阳，富春江山水，潇洒桐庐，清凉世界，梦幻新安江，水秀天下，千岛湖，东方休闲之都，品质生活之城，杭州。电视台中文国际频道，
您好，观众朋友，欢迎收看《国宝档案》。说起中国的石窟艺术，就不能不提到敦煌石窟。古代丝绸之路呢，成就